迪迪带枣，看你找了好几只莫奈花园，我也很喜欢，想要一只紫色不那么浓的莫奈花园，要底妆好的细腻的，圈口54，预算30000以内，私信一下迪迪开走。哎，这个姐姐可太可爱了呀，给她安排。这死人头啊，又不回我微信什么的，感情淡了，微信都不回了。你们现在公司一个一个的这些男人，这好烫伤啊！啊，是，快点赚钱了吗？最近活不下去了，活不下去，那便宜漏给我。你没来，我这几天过得好幸福，每天好滋润。你又来，你怎么又来？我都快两个月没来了吧？啊，给个价吧，我要买这个。八万。嗯。我长得很像冤大头吗，哥？我看不到，八万我就8000了。看不到就结束了，看不到。给个实在一点的，叫你不吓唬我，还八万的，又不冰又不透的，最多就底妆细一点嘛。你也知道哈，原来你是通行。给个实在点的价，快递。是吗？你这听着就顺耳一点了，4万不好听了，2万了。你积一点德吧，我跟你姐。我两个月都没来了，好吗？这两个月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？两个月都没有薅你羊，2万块钱卖给我了。我知道，你都睡不着。2万。出去。21000。出去，这里不够2块吗？外面更2块。你不卖给我，我就跟你磨到太阳下山。22000怎么样？不行，给我看一下。那么多个男人，就他最气我。23000，真的，今天预算就那么点。你还是晒得不够黑，你外面市场去逛一下，去晒脸去。我的人心就不黑，所以晒也晒不黑。你人心比皮肤黑。26000了，哎呀，加到底了，真的哥没有钱了。预算就这么多，26000。我也没钱。26000好不好？不好。就这样了，26000能卖的啦。这种货现在行情那么差，还给我，26000卖了。还给我，不要掉了。卖了，我回头请你去喝酒嘛。不喝。哎，我不管你喝不喝了。小发财，不给你喝。拿个雪糕。哎，这个。啊，这个好，我还是雪糕。小气的嘞，1-2块钱雪糕不要我吃啊，小气。这手镯也太好看了吧，我觉得姐姐收到货一定会超喜欢的，姐妹们你们说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